学习粤语吧。啊，为什么到这就要学习粤语？所以我们给大家报了一个粤语的学习班啊，现在先去学习班学粤语啊。哦，真的吗？我怕我们会反客为主。真嘅假嘅？真系假？邓超，你讲咩啊？哇，你可以讲出邓超啊？邓超，哎，哇，你好劲啊！惊唔惊你啊？我们第一课，我们先互相说一下名字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范大哥全名广东话怎么说？范志毅啊。范志毅。范志雅。王冕呢？王梦。王冕。周震南。周震南。啊，许昕怎么说？哈。水神。水神吗？不是。水神。许恩。我听你们说感觉都挺正规的。但是我觉得粤语真的在每个人心中啊，真的是有一幅景象，是吧？对，会说粤语的人太帅了。是，我好多广东的朋友说话那个磁性，那个声音。因为我们小时候老看港片嘛。对，对的。好了，而家开始呢，我们都讲广东话。OK 啊。而家唔讲普通话啦，听懂？You know? 对啊，英语加广东话嘛，是啊。啊，真的，我们立个规矩，就现在开始。行，见到老师以后可以解禁。Okay. 好吧，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以解禁。开始吗？好，开始。三、二、一。你知不知我搞咩啊？我知啊。你知啊？你系？那我们不讲了。你睇一睇，可以倒腿啊。已经倒到天上去了。查下，你讲啊，讲一讲。你就没有声音啊。陆哥。我不讲。许昕，你讲啊。唔好意思啊。我冇讲啊。唔好意思啊。我们大家做首诗吧。好啊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心情唔好来到广东。I'm so sorry 啊！哎，床前明月光，系啦。疑是地上霜。接下去啦！干嘛啊？你接下去。我的脑子有点乱啊！唔系。为什么杀了呀？不是啊。No problem 啊。哟，到了。哟，哇，课堂啊。哇。看到课桌摆在一起我就很难受。哎呦。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，里头还，你知不知里头还有老师啊，秋哥 ，teacher， 啊，同学好，你好，识听唔识讲，太好了，一会儿教完以后全部都能开口讲了哈，哇，真的吗？真系，公布决定，公布决定。啊，找个位置坐哈，找个位置坐。我一看课堂，我是往最后一排走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坐的位置，这个地方没有个垃圾桶，我都不习惯。垃圾桶没有个门，我不习惯。哎呦，没这么严，没有想到最后一排。好，同学尽量往前面靠哈，听得更清楚一点哈。哎，楠楠，请。不对吧？第一排啊，一个人。好的，坐好了以后，我就会把书本发给大家哈。可乐。啊，这位同学，麻烦坐好了哈。啊，对不起。挨骂喽。你坐乜嘢啊？可乐啊。许昕，我觉得你要往前坐一点。我有经验，三排里边抢第二排是最稳的。
OK， 来，同学好哈，我是今天你们的粤语老师，我姓吴，也可以叫我 Kelly。大家好，吴老师好，吴老师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我们的声调的课程了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字，有没有同学认识？有。OK 啊。没有的意思，谋。对了，中间有两横就是有，中间没有两横了就是没有。没有粤语用一个字就能表达了，就是谋。谋，谋有。有没有发现，这位同学你举手是回答什么问题呢？我们为什么好自然的在这边上课呢？真是好奇怪，我们走进来就上课，这好奇怪。好，你没有问题的话，麻烦坐下来哈。耶、yeah. ！OK， 安静了。好，我们有没有发现普通话会有拼音，粤语也有拼音哈？这是粤语的拼音，也是有声母、韵母加声调。我们的粤语的声调用什么表示的？一二三四五。啊，棒棒的哈！因为那边有个五哎。啊，厉害了，嗯，好。粤语有六个，因为我看到个六，老师，好，把他赶出去。好了，再这样我要罚站了哈，不要再吵了哈、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第一声了哈，跟老师读一下 ，c c， 棒棒的。第二声往上提 ，c。C， 第三声去到我们的中音区 C C， 啊，很好啊，都学得不错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四声了哈，往下走 C C， 第五声在第四声的基础上往上提 C C， 最后一声压到最低放平 C C C。好，接下来老师会从第一声读到第六声。OK。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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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的，接下来我要让同学做练习了。我会告诉你第一个字它是怎么样发音，然后你们把后面的读出来。好，这位同学先哈，这个字读一。一一一，哎，棒棒的一哈，优秀。第四个，一一一，棒棒的哈，学得非常好，这个同学很认真哈。好，接下来这一位同学哈，这个字怎么读？楼，走，老走，老走是哪里啊？走去哪里啊？老师有人打我。好，后面的同学不要调皮了哈。好。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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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接下来后面的同学，那个非常积极的同学，麻烦看一下这边哈。老师看不清。啊，要不要走过来看？为什么又回到呼去了呢？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超哥，要不你坐第一排吧。啊，嘻嘻嘻嘻，好，这个呼。呼呼呼呼。没对啦，你读的是汉语拼音好不好？好，最后那位同学读一下晕晕，第二声晕，第三声晕，第四声。老师他是上海人，要不要针对性的对上海和北京的，有没有针对性的？这花了钱的本来是蛮好的，花了钱来的，我坐在后面我不知道在学什么。你以为你坐那儿配吗？你坐不住的，真的。我在看着你。哦。我们刚刚学的是单字，接下来我们要学的就是词组了哈。好，老师，邓同学说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只是靠自己的听力在背诵，没有理解到。没关系，你先背好不好？先背。那我们继续透摸。我觉得很多同学，老师，我觉得很多同学可能没有理解同声词语的这个意思，我帮大家解释一下同声词语。我觉得你还是跟老师的一个教程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字来，不要着急哈。
矮的第五声。马矮，马矮，矮矮，马矮，马矮。我创业之马你，走走走的马你。我好吵啊，好烦啊！谁来？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老师，我们可以下课吗？你可以给他开课吗？老师，他们都不配坐在我前面，他们都不配。OK， 好，啊，这位同学，你坐上来了，我们来学习一下哈，这个“闷”的意思。闷女。哎，是会的耶。即系老师，我同你讲广东话得啦。你广东话系好有基础喎。即系嗰次翻嚟嗰时，我系广州三年。哇！哦，喺广东三年，怪唔得知。他接住了，超哥，他接住了。几耐？几次？点算？即系冇办法，超哥。一阵间都会有测试题噶，唔使紧张吓，每个同学都会有机会去测试。不要紧张，每个同学都有测试的，不要紧张。大哥，你去当助教可以，是可以当助教的。来喽啊！来喽。我也想好好学习了。老师。嗨。就我们能不能有一点比较？比如吃饭啊，吃喝拉撒睡啊，就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，同学不要着急。哦，刚开始。刚刚开始，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啊。OK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学后面的哈，这个字读“甘”的第三声。甘甘甘。听到哈，第二个字读“修”的第二声。修。甘修。甘修。好，“白”的第三声。甘白。棒棒的甘派，哎呀，读得很好啊！唔知，这个呆的第三声，第三，第九，第四，啊，好，优秀，优秀，优秀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偷的第四声，好，偷梦，很优秀，偷梦哈。接下来那我们就教大家一些日常的用语哈，比如说我们在恋爱中的话会讲一些什么话哈。我好喜欢你，我好钟意你，我好钟意你，我爱你怎么说？我爱你啊，喜欢你啊，我爱你哈，我喜欢你都得，我爱你啊，我爱你啊，哈，我想亲亲你，我想锡下你，是我想锡下你，C 下你啊！啊 ，C 下你 ，C 下你 ，C 下你。你干嘛认真的学？我想亲亲你啊！哎呀，可能需要吧，不知道。好，接下来妈妈骂儿子的话哈。哎呦，你这个不翘整的一个衰仔！你不要了，骂我一辈子衰，我不还衰仔了。妈妈，就广东都会这样子啊。如果懒到无以复加的说，懒到出汁，懒到出汁，陈克，你懒到出汁耶。好，接下来吵得要死哈，吵圈八百，吵圈八百。你看老师丑云八百这种。好，接下来要自我介绍了哈，每个人讲一下自己的名字，自己的年龄，哪里人，职业是哪里的，爱好是什么。好，这位同学。哎呀，邓秋。好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邓秋啊，今年啊18岁，18岁，18岁，我听懂了，超哥，18岁，18，因为我是一个好开心的人。老师，我帮你翻，他是一个很开心的人。老师，你听不懂，但我们能听懂。我们翻一下。第二。
我因为我是公事人嘛，因为江西人大哥大江西人，因为我感觉到让大家开心，我好开心啊，这个很开心的，因为我讲这么多让大家很开心，系啦，大家咧提我好开心，就系我最重要嘅事情，大家看我很开心才是最重要的，系啦，我嘅职业好多啊，职业很多。演员啊，导演啊，导演，我喜欢音乐，他喜欢音乐，打篮球啊，打乒乓啊，打乒乓，我喜欢听真人秀啊，真人秀，我们这些不懂粤语的都能听懂他说的话，哎，多谢大家。我纠正一下好几个发音哈，大家好。大家好啊！大家好，我叫邓超啊，邓超，邓超。好，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，哪位同学可以？大家好啊！大家好，我叫卢卡。啊？你叫五哈？你叫五哈？六涵。六涵，今年。今年。三十二，成都嘞，你是成都嘞，重庆的，我是北京人啊，我在吉野是歌手，哦，歌手啊，我是爱好是踢球，太开心，好，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，我来，好，你来，大家好，酒。王敏，王敏，你怎么越南人？王敏 ，OK， 这也是啊 ，stand up comedy 啊，脱口秀。许昕在旁边听懵了。大家好啊，我叫陈柏，今年38岁。音乐 actor you know 大家好，我叫周震南，今年不知道多大了，一十三岁，韩语吗？13啊啊，你叫五哈？你叫五哈？六涵，今年三十二，成都嘞，你是成都嘞，重庆的，我是北京人啊，我在吉野是歌手，哦，歌手啊，我是爱好是踢球，太开心。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。我来。好，你来。大家好，酒王敏。王敏，你怎么越南人？王敏 ，OK， 这也是啊 ，stand up comedy 啊，脱口秀。许昕在旁边听懵了。大家好啊。我叫陈柏，今年38岁。音乐 actor you know 大家好，我叫周震南，今年不知道多大了，一十三岁，韩语吗？13啊。我搞回恩，等一下，我搞是谁回恩啊？回恩，老师好，哎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范志毅，今年35岁，我是上海人，我的职业是踢球，好吓人啊！好，非常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会玩一个小游戏哈，这个小游戏就巩固一下你们自己对名字的发音，还有对方名字怎么读的发音哈。我们会玩一个游戏叫罗伯敦的粤语版，罗伯敦，罗伯敦，罗伯敦，喇叭敦，
好，现在请各位同学起立，走到前面来。好，好，好，请同学都站好了。好了，每个同学讲一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想一个动作，用粤语哈。啊，完了，忘了，王明，陈哈，许，忘了，肯定忘了。勋，我的男的我就不用蹲了。好，每个同学我们过一下自己的动作跟名字哈。那这个动作就是随便弄吗？对，是的，也设计一个动作，因为他们讲到你的名字就要配你的动作。OK。从那边那位同学开始。回烟。加动作。我看一下你们这个能力。你要给自己留点后路啊。那我做一个蹲的吧。好 ，OK。不是，你刚才是这样吗？是吧？对，我就蹲一下，就这样吧。对，完了我就那么这样吧。范志毅的动作 OK 了，好，接下来邓秋。得有点难度，得有点难度。有这一声吗？啊，对，这一声。有这一声怎么说话呀？因为一直在说话。弹跳，好射你蹲，弹跳，好射你蹲，弹跳，好射你蹲。啥？你说啥？再加个这个好不好？好，我就定了。好 ，OK。陈赫，好，陈赫。来，难一点，开始。那就周震南，然后。这很简单呀。简单吗？我一辈子都没做过这么难的动作，这开什么玩笑？周震南，你背我啊，你背我啊。每个人给彼此挖了这样的坑，这游戏一点都进行不下去，你信不信？好，跟着网民。OK。五名。什么东西？再做一遍。什么？五名？谁敢叫我？老师把他开除吧。做不了、啊。五名，可以吗？你再来一个最后 ending 的。最后一个 ending pose。我简单一点吧。我不行，这太难了。这什么？这个膝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所以你不会叫我了。不，这样，我再看一眼，我再看一眼。你好，你好。只能来两次。我不管，我定，反正我定，我就定那个了。好了，那熟悉了，都熟悉对方的名字了啊！叫的时候不要叫错，全部讲粤语了啊！有没有什么惩罚呢？我们现在有没有惩罚？就是输了有没有惩罚？那就是找到最近的便利店，然后向便利店的工作人员表白一句。哎呦，我中你那个。然后必须要自我介绍，用刚才的自我介绍，就这几个都要说。哦，我们看到便利店就便利店，看到咖啡店就咖啡店，好吗？反正就下去看到第一个店。我觉得是这样，表白还得加点难度，光自我介绍不行。你跪在地上跪进去，跪到便利店面前，好不好？双膝跪在那个地方表白，就你跪在便利店的柜台那边。哎。不能你爬上去就这样，单膝也行吗？哎，但是手要扒着那个台，歹楼，这是属于你的便利店柜台，然后跪在这里，我要注意，我想的就不是这样，我想的就是双膝搓过去，双膝搓去啊，真的，我想要在，哦，好容易雷啊，这也太，真的就这样，敢不敢？大家举手表，同意吗？同意。可以啊。我这样问，是一把就是吗？几把？导演组定一下几把。先输五把的人受惩罚吧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了。我就随便点一个 ，OK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
萝卜炖，萝卜炖，萝卜炖完邓超炖。这是难炖。等修顿，等修顿，等修顿完做两顿。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哇！我要重复你那句话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就等修顿，直接做你的动作。然后你的动作做完了以后，就点下一个人。所以我得就点我得做这个。对，你死定了。OK， 我们再试一遍，就你还点我啊，来。好，再来一次哈。萝卜炖，萝卜炖，萝卜炖完邓超炖。邓超炖好食你，邓超好食你炖，邓超炖好食你，邓超炖啊，邓超炖啊好食你，周震南炖。哦，你得做他动作。这个游戏进行不下去了，我跟你讲。好好，我就点别人啊。啊。好，再来一次哈。好，萝卜炖，萝卜炖，萝卜炖完黄面炖。黄面炖，黄面炖，黄面炖完，邓超好食你炖。邓超好食你炖，邓超好食你炖，邓超好食你炖，饭菜系炖。哦，饭菜炖，饭菜炖，饭菜炖完淮阴炖。淮阴炖，淮阴炖。淮阴炖完，邓超炖。你们错了，邓超好犀利炖的。邓超，哎，错了，邓超好犀利炖的。啊，没有，我自己都忘了。没有。不难呀。对，好犀利，好犀利，精华，精华，好犀利。哇，我自己都忘了。你刚刚说完的时候，我还正不知道该怎么接呢。来吧。老师来，好来啊，再重新来了哈。萝卜炖，萝卜炖，萝卜炖完黄面炖。黄面炖，黄面炖，黄面炖完鹿晗炖。鹿晗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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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鹿晗哦，东莞莫面炖。哦，黄面炖，黄面炖。把名炖完，鹿晗炖。鹿晗炖，鹿晗炖，鹿。停，他已经输了。节奏错了，输一输一把。这节奏真跟不上。你可以鹿晗炖这种，但你得说。鹿晗炖。对。鹿晗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鹿炖。等一下啊。等一下。别，鹿。鹿晗哦。东莞，周震南炖。周震南炖，周震南炖，周震南炖完鹿晗炖。哦，哎，人家哎可以，轻松的。我鹿晗炖，鹿晗炖，鹿晗炖完周震南炖。周震南炖，周震南炖，周震南炖完鹿晗炖。来呀、啊！我鹿晗炖，鹿晗炖，鹿晗炖完周震南炖。周震南炖，周震南炖，周震南炖完鹿晗炖。鹿炖，鹿晗炖。观众朋友，就是这就是什么？想陷害别人的下场，作茧自缚。捞贼 ，Let's begin。好，再来一次哈。萝卜炖，萝卜炖，萝卜炖完陈克炖。陈克炖，陈克炖，陈克炖完邓超好食的炖，邓超好食。耶耶！是要说自己的名字是吧？当然了。哦，你在哪里啊？邓超，你刚才在哪里？啊，在卫生间。一直都在吗？回来了，我先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现在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一二三。邓超好食你炖，邓超好食你炖，邓超好食你炖，鹿晗炖。
鹿哈顿，鹿哈顿，鹿哈顿，鹿哈顿啊！邓超终于来登，邓超终于来登，邓超。等一下，这两个都错。这两个的好闪雷，不是好闪雷呀、啊！我还综艺雷呀、啊！我还综艺雷呀、啊！他错了，他错了。我说综艺雷呀、啊！但是你为什么跟他是好闪雷呀、啊？你跟也错。我们恭喜邓先生领先，好吗？好，来了，朋友们，这样一二三，开始。六八好闪雷敦，六八好闪雷敦，六八好闪雷敦，许彦敦，许彦敦，许彦敦。回耶蹲完，邓超好踩雷蹲，哎，是综艺雷了，好踩雷、啊，好踩雷，好踩雷，哎，这个算老烂蛐蛐，嗯，你得算分了，你跟你没有关系，你老出现干嘛呢？自己跳出来，自己飞蛾扑火，你这哇，不是综艺雷蹲吗？是综艺雷，没问题，挺好的，啊，让他继续下去，从你开始，是综艺雷呀，是综艺雷呀。一二三，开始！哎呀，等会儿。六八吨啊！六八吨 ，OK。哎，范志毅，范志毅啊！范志毅，范志毅，邓超，邓超。范志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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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深蓝。周深蓝。六八吨，六八吨，六八吨完，邓超喜欢你啦。西方雷，邓超，西方雷，佩服你！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翻盘，也没想到鹿晗在跪在咖啡厅里，哇、哎，鹿晗！好了，下面机会摆起来好吗？我们要再细节一下下去要做的东西，下去在那跪在那里呢，不是说。大家好，我是鹿晗。要大声的朗，带情绪。大家好，我是鹿晗。哦，好综艺雷呀！我喜欢你，到最后说了一句普通话。走。疯了，疯了，疯了。生意资金要周转，靠谱就找杜小满啊！又到了杜小满满分助力时刻啊！我们是不是又要加分了？对，对吧？好像，哎，马上就满20分了吧？对，14分了啊！14分。温暖，温暖，温暖几分？再一次估计就20分了。啊、对。名场面，哎，老师要不要一起啊？一块儿呗，搂谁？这么刺激吗？就直接就这样来的吗？对，没有脚本啊。没有没有。你怎么慌了？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我擦汗。你怎么紧张、啊？不要擦汗，不要擦汗。哎呀，这边这边。mini mini， 哇！哎哎哎哎哎！嗯。你准备好了，你就开始。哎，我从好多卡麦佬哟。哎，把单膝单膝，不要不要，单膝吧，单膝单膝的，单膝单膝。呀呀，我这个膝盖已经废了。你好，我叫鹿晗，我是北京人啊。哦啊，我非常喜欢踢球啊，喜欢踢球啊，非常喜欢踢球。我的职业是 single 啊。啊，中意你啊。OK 可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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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有请我的助教邓老师。哦！
凉啊！你好凉啊！我已经在外面听了你们讲广东话很久。Pardon？ 我第一句就没听懂。怎么会开始讲英语了？好中意你啊！好中意你啊！我听说你们就只学了一句好中意你啊！冇冇冇挂住你啊！好犀利啊！衰仔衰仔！我觉得我得每人跟你们先说一句，看你们听不听得懂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先从你先来吧，陆哥。好啊，好刺激，一上来就有竞技感。好啊。听讲你啲广东话真系好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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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差。你今日有冇进步咗少少咧？听说你的广东话很差，很差，很差，很差。第二句，能再说一遍吗？你今日啊，有冇进步咗少少啊？你应该好好学一学。有没有稍微准备一下？不是准备。有没有进步？有没有进步？对对对。对，有没有进步？哎，那你可以。Tiki， 佢今日嘅广东话嘅水平，今日在咖啡厅就啊。你梗咪啊！衰仔，你啊唔可以讲话啦！你喺边度啊？Sorry 啊！等下，喂，那我听超哥你好像很厉害，那你来，听讲你啲广东话好劲，呀好劲，听住啦，呀，邮差叔叔迅迅迅速迅速送出，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打磕巴了自己？邮差叔叔。送信迅速，迅速送出。有啥送？说你好，送不少。有什么送什么？送什么送什么？买一送一，买二送二。上链接。哇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。邮差叔叔。邮差叔叔，哎，对，邮差叔叔怎么了？什么送信，什么送进送出？哎呀，对呀，对呀，送信怎么了？送顺顺手，顺手，顺手，是熟是熟是熟，不是顺手。送信，送信熟练，送信熟熟，送信顺路。啊？怎么有个路来？纯熟就是纯熟，啊，纯熟。好，第三句，迅速送出，迅速送信，迅速。哦，哎呀，对呀，哦，迅速送出，迅速，迅速送出，对。好，贺哥，你准备好听好了。我准备和不准备都是一样的结果。叉烧包、菠萝包、猪仔包、肠仔包，这个容易啊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。我说的第三个包是什么包？我都没有听，我只听到啦啦啦啦啦。等下你要按顺序嘛，叉烧包、菠萝包、猪仔包。这个很简单。没听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听。叉烧包、菠萝包、猪仔包、肠仔包。猪仔包吗？猪仔包啊。嗯，给他的题太简单了，给他一个下马威好不好？给个男的好吗？你可以继续包下去，如果你知道其他包，你仲识咩包呢？冰火菠萝包，水晶包啊，水晶包啊，小笼包，小笼包啊，哎，可以，背包，书包，手提包，下酒不能吃头包。没有啊，喝酒不能吃头孢，你还要我们给你翻译？消炎药哦，加还有考试，对的，我要念一些字，然后你们要把它默写出来。好，好啊。第一个先来一个简单的。好啊。六哈。鹿晗，这个
这听起来像你即兴发挥的。是的，听起来像他即兴发挥的，有点。就是你说的是粤语吗？粤语啊，我这像普通话吗？说的这么普通话，一定其实是那个什么，说的是别说话，这位考生作弊了，作弊，作弊，他作弊，他套我们题。好，写了，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下一个，擦哈。陈赫，下一个巴哈啊，我实在是好喜欢看到你们一脸懵的状态。吴老师有这样的东西吗？不是你，你不能硬编啊，老师，你这是。我没有硬编啊，都是个字来的。鲁哈、陈哈、巴哈、马尔扎哈、巴扎哈、哈达、巴哈、喝、巴哈、巴哈了、巴哈了、巴哈笨、不喝、再哈了、不喝、再哈了、不喝、不巴巴。老师，下一个，赶快要开饭了。下一题，醉哈。醉虾。醉虾。醉虾。全是哈，下一个，上哈，上海，上雷的发，不要用老旧的那个原题继续，不行了，我要增加难度，踩踩哈姨，超纲了吗？你是不是有点说的不标准？我怎么？你得说标准。你是到了我们这个语系吗？知道了我们这个语系的话，我觉得说的有点不标准了。我很标准，你标准一点好不好？你标准，真的，子欣，真的标准一点。我很标准啊。踩踩哈姨，齐齐哈尔。哇！是不是？你不要你自己写自己的，你干什么？哦 ，OK。你下回知道偷偷告诉你，你给我发微信行不行？一会儿你听到了给我发微信好不好？好，可以了。交卷。交卷了。交卷。我是怎么检查？这样，你就念一个，然后大家都亮。好，你们自己踢吧。好，第一个是六哈。六哈。六哈是没有这个词啊。因为我造句造词呀，六哈嘛，你们是五哈嘛，多了我就六哈了呀。那你真不讲理。你这个说实话有点不讲道理了。这好，下一个就是七哈。啊，就这么简单、啊，就会误导你们以为这是鹿晗跟陈赫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所以你看你们真的。你们就中计了。他像是巴赫。下面一个是巴赫，不是巴赫，巴弹钢琴的巴赫。啊，对，巴赫，因为巴赫粤语念出来，粤语的翻译是巴哈。哎。然后下一个就是醉虾嘛。是吃的那个吗？吃的那个。耶耶。下一个是生虾。啊啊？什么？活的虾。生虾。你写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他写伤哈，什么东西？伤心的伤，哈哈的哈，他是写有这词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邓老师，你把我带的挺远的，你写的什么？三个，你写。我一定要展示一下，你是空白，一片空白啊！你蒙都不蒙一下。画了六道杠，这我不会写都不写一下呀。这不是你在这个没有写的东西这边上打叉有什么意义？这个行，脆皮肉哥，蒸排骨，这个看着有点好吃啊，好吃，好好吃 ，OK 的，好吃，好，好吃呀。一瓶就跟，来吧，说吧，让我们吃这么好，
我们要干什么？那谋什么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快跑！跑跑起来啊！跑啊！跑得没有远。撤了这么干净，为何要说的这么干净？对，我觉得问题不对。那个是这样的，刚才是粤语的文化课嘛，现在是粤语的实践课啊。待会儿彩姐给大家培训一下，你们去收银啊、服务员啊、然后迎宾啊各个岗位。彩姐，嗨，在啊，这有衣服吧？哎，有的啊。去迎宾。我怕这个店里的不是去迎，我说去迎宾，我怕店里位置不够坐。对呀、啊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因为上班要每人着一件正装啲嘅衣服嘅，所以我每人派一件衣服俾你哋。好。OK。OK。好。啊，呢个子琪妹妹嚟。哇，我呢度叉叉 L 啊、就系、是、你啦，大支啊，好大支啊。可以解扭噶，好，范达刚刚被扣住了。好，大家着好衣服啦。好，坐低。哦，好。好咧，因为咧我要教一下你哋，等阵间要做乜嘢，同埋点样做。好唔好？好啊。好，咁就接落嚟咧，我想有两位嚟做客人。做客人？做客人？嗯。我做可以做客人。我可以做客人。两个系啊，过嚟啊。好，过嚟过嚟。你好，欢迎光临美可道。好，两位请坐。客人坐低，客人坐低，我哋要问佢饮咩茶。放咗茶葉，我哋可以，其實呢啲我哋可以邊問茶嘅時候邊做嘅，將佢放好。我哋今日係兩位茶。客人咧就會話俾你知，我食完啦，我要走啦，埋單啦，咁點算咧咁？如果你唔知道呢個咩菜咧，佢每一道菜都會有張單仔嘅，你睇睇張單仔你就知道咩菜。然之後咧，佢會俾張單你，唔該幫我落單，咁樣佢會俾張單你落單，跟住咧你就要將啊張菜單下格嚇，斟落去個啱先個杯嗰度，一齊佢要教你點樣去用肉機嚟收錢。我聽。我一句英語。係嘛？同埋咧張卡嗰度咧，你要記錄茶位噶嘛。舊的還沒學會，又講新的了，又講新。不可以左右两边做。嗱，好似我要攞茶俾你，我要行过嚟呢度。如果你一直不讲普通话，我可能学不会。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讲了什么。你好，欢迎光临美可道，请问几位啊？好，两位请坐。客人坐低，我哋要问佢饮咩茶，然之后咧泡茶。斟完茶之後咧，我哋要俾張菜單俾客人。你好，呢個係我哋嘅菜單。咁啊，埋單咧，佢就會俾張單你。打好張單咧，你嘅師傅就會同埋你一齊行去收錢。等陣間咧，如果係埋單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出示呢個二維碼。啊！你們在用杜小滿收款呀？係啊，呢個杜小滿佢咧就收款係好方便嘅，同埋咧我哋收咗款之後咧，佢會有提示聲音，可以直接知道咧客人付款嘅金額，好方便嘅。我哋呢度好多商家咧都用緊呢個支付嘅。這個也是我們節目的贊助商，你知道嗎？係咩？對啊。我們一路走過來已經很長時間了，遇到好多生意在急用錢的時候用杜小滿解決過資金周轉的問題。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吗？请指教。靠谱就是杜小满。哦。现在生意收款也能用他了，现在。对，系嘅系嘅。彩妹，我觉得我们只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店毁了，还有就是爆火。我们有一种新的有特色的。朋友们，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服务方式，叫做干涉式服务。
就是干涉他们，他们吃饭什么不停的，就是冲入他们的饭局，只要发现呲牙了，啪的直接剃起来，帮你举筷子，我可以把袖子穿这里，要擦嘴了，那我都不用张嘴了，不用张嘴，我替你吃，好，咁咧就分配岗位。啊，呢位是小燕子，咁咧就佢系负责迎客的。啊，子琪妹妹啦，迎宾。小兰。小兰，佢系你哋嘅师傅。然之后咧，你哋有乜嘢唔识，你就问佢。你哋一二三跟我，咁咧就负责两个单独嘅房间。然之后阿妹系你师傅，剩低你哋两位，呢个系小莲系你哋嘅师傅。有冇信心？冇有，冇啊，因为你佢都冇听懂啊，吹仔啊，师傅，好，跟我嚟，各自领跟翻你嘅师傅，欢迎光临，几多妹，几多妹。啊，肠粉啊，吓坏了，你看。咩事啊？有冇饮料啊？有冇饮料？呀，是吧？羊苗是什么？啊？羊苗。什么？他问我有没有羊苗。羊苗啊？嗯。羊苗。你喝咩茶？好嘞，好嘞，高发 ，OK。高考，是吧？我刚刚说是普洱，他说不是，是吧？要一杯白水。要一杯白开水。白开水，是吧？这个下单呢。嗯，好的，给我就行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几位院长？八个 ，OK。咩茶？有咩茶？铁锅红茶。有咩茶呀？菊花。啊？菊花不是？菊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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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桂花，红桂花，红红红茶，普洱啊，普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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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桂花红茶 ，and 普洱。红茶，他要是红茶。普洱，普洱，普洱，普洱。普发。啊？普。普洱怎么说？普洱怎么说？普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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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普洱怎么说来着？普普拉啊，不是普发，普普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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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发普雷，狗发普雷，狗发普雷，普雷狗发，普雷狗发，耶！啊，现在粤语小达人。每一会有分走。好唔好食啊？好食啊！好食啊！有冇食过顺德嘢？有冇食过顺德菜啊 ？Pardon？ What？ 你使唔使坐低一齐食啊？有冇食过顺德菜？加上一齐食，加上一齐，坐埋一齐。好多粉丝进入我的大脑，为什么？有冇食过？有冇食过？顺德菜，熟咗菜。So, OK, OK, no problem, no problem. I pay for you. 师傅，嘿，我要送母好桌一道菜。啊？我送。顺德菜。送。顺德菜。熟咗菜。OK。米子咁知人打哈。我送了母豪桌一道菜，妹子刚见打哈，最贵嘞，点到最贵的菜我送给他们了。现在粤语小达人，大家好，我姓法，即今晚我同你服务，即系想影啲咩茶？好似有菊花、普洱同埋红茶、铁观音。到時你看看吃啲乜嘢，我幫你泡茶。好，唔該。不好意思，幾位？嗯，哎呦，已經開始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四位哈。幾位係啊？四位哈。四位嘛。OK， 好好，那您先看看有什么想要的哈。嗯，好嘞。乳鸽特别好吃，然后这个双皮奶蛋挞很好吃。还有刚才吃了一个蔬菜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就是那个。番薯叶，番薯叶，哎，好吃，相信我，太棒了，太好吃了。跟大家复一下刚才点的菜哈，有葱菜牛肉肠 ，OK。咁永白话，有啲老人家听唔明噶，咁永白话，有啲老人家听。我怕我讲你哋都听唔懂啦，更加听唔懂。少少啊，普通话就听唔明噶啦，啲老人家。普通话反而听不懂吗？叮叮，老有传 ，OK 吗？佢喺个离题咧，仲系一个顶点，仲系一个超点咧，佢仲未写嘅喎。牛柴蛋挞，萝卜糕，烧麦，凤。烧麦，凤烧麦，凤爪，凤爪，肘，凤肘啊，凤肘，萝卜糕啊，萝卜糕啊，虾饺，钢琴哦，我就知道，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他会流汗了，钢琴头，八卦啊，鸡翅鱼片，猪红鱼片粥。粥嗯，好，那就算了。好，这大家稍等一下啊，不好意思。太难了，太不容易了，真的。咩事啊？吹吹下啲爽，爽快啲。吹吹下啲爽，爽快啲。哦，吹菜哈。等我。师傅，这个，哎，我看一下单没飞什么？荣贵，
这都没上呢，这么多没上。叫他们两个帮手抽送了一下。好啊，叫他们两个抽送了。嗨，我们不用服务那边，我们去搬菜吧。OK。对吧？哎，快点。大梁九，大梁一，五个，人贵五啊，一份一份来。大梁九，老朋友了。百香果奶冻，请慢用。请慢用。麻辣鸭掌。一号桌是哪桌？哪桌是一号桌？大梁五是哪里？这里走过去这一桌。还有包间，还有后。对啊，这边也是。三号在哪里？三号是哪里？三号，我是荣贵这边。互相帮忙。大梁五，大梁九麦 ，OK。荣三一啊，荣贵一的二号位在哪里？帮我嘎嘎单好吗？好，多谢。这个加一个吗？啊，师傅嘎柴。啊嘎水 ，OK。来来来来来，冲水，冲茶，我来，交给我。收酒台啊，唔该晒，好。收回去就 ，Thank you。还有上啊啊啊！哇，好多客人，好多，满头大汗，忙得过来吗？卫生汗，卫生汗，好紧张。我不行了，这个量太多了，我擦一下汗。嗯。唔使緊張嚇，哦，淡定，情願做慢一啲，我計都冇急，淡定，淡定，好，慢一啲都冇急，淡定，冇出錯，開，冇出錯。Sorry 啊，我剛慢慢嚟，剛學個廣東話，慢慢嚟，多多包涵啊，啊，係。啲咩嚟㗎？點啫？泰國買泰國，鳳爪。鳳爪。哦。可以記住啦。鳳爪，好辛苦啊！好緊張。好勁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我真的。哎呀，别的也不会干了，小朋友，要唔要？唔該。沖茶。沖茶。沖茶啊。係啦。好。原來想見到你一眼，所以叫你沖茶。OK 啊。OK。食得好唔好啊？滿分。哦，滿分啊！多謝。大家就是對我們的服務有什麼？您看。好唔好食啊？好食啊 ！Thank you。OK， 我答的一七五，你可以手语，好唔该。杜小满到账175元。慢走，慢下。欢迎下次再光临。欢迎下次再光临。我可以歇会了。盘主端出一片新天地啊！对。哎呦，真是透了，我全湿透了。哇哦，师傅怎么样？我们做的师傅，我们怎么样？我超出我的预期。我现在我就知道我刚刚有点调皮了，真的，我向你道歉。没事。一坐起来就开始觉得手脚跟不上，嘴也跟不上。你们都做得很好，真的。其实就顾客人很好，没有为难咱们。嗯。今天好开心。可以同大家一起共同去完成呢個任務。我哋啊，好開心啊！下次過嚟順德咧，繼續嚟呢度揾我，揾阿彩姐嚇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咁咧，剩低嘅時間交翻俾你哋，我就出去啦。好。